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来看纳斯卡线，它就在南美秘鲁的一个高原上。说它是高原，它根本就是个荒原。为什么？纳斯卡线我说过了，它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，说是什么艺术品也是，远古的这个古代上古人的画作也是。可是说句实在话，如果他说他是史前的人类要来画这样的画作，他没有坐直升机，他是没有办法指挥地上人怎么画的。但如果在地上人要自己画，画不出这样的直线。所以果然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他这真的是非常引人入胜，而且最近又发现了新的画作了。对，他其实是一团谜，到现在为止科学家都还没有提出一个有力的解释。是啊，他没有办法解释。但是呢，最近随着空拍技术的进步，还有 3D 解析技术的进步呢，又多发现了50幅的纳斯卡线的这个图案。你可以看到哦，而且它横跨的，你从这个角度上看更清楚，有没有？每一个图案都非常的整齐，而且你难以想象它的线条为什么可以这么的平行。你要在地上呢，在没有测量很准的情况下画这么平行、这么厉害的这种，这个太厉害了，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有空拍技术，都不一定可以画成这个样子了。没错，你更何况是当年，这才重点。对，科学家研究出来发现说，纳斯卡线成型的时间点大概位在西元前5世纪到7世纪，中间横跨大概有1200年左右的时间。你可以看到这1200年呢，在秘鲁整个荒原上，这个纳斯卡的地区，这么平行的线，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？对不对？我一定要讲一个庶民所讲的话，庶民的疑问哈。你如果说横跨1200年，也就是在这1200年之中，有一群人，可能是当地的原住民印第安人或是纳斯卡人，对不对？他们无聊到每天都在画这个东西。对，然后到底他们的用途是什么？对，到底用途是什么？要干嘛？对，先来解释一下历史的谜团。是谁发现纳斯卡线的？是一个飞行员，1938年的时候嘞，无意之间，他就是那个时候刚好有飞机了嘛，对，终于有飞机了。对，飞在纳斯卡天空上的时候，他往下一看，差点吓一跳。为什么嘞？从来没有看过。为什么我从空中看地上会有这么多奇妙的图案呢？有卷尾猴，有老鹰，有蜘蛛，蜂鸟，这是南美的蜂鸟。对，来看这个大蜘蛛，我从空中俯瞰。丛林里的大蜘蛛在这边，然后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个，就是你讲的老鹰，这个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图腾，你们阿波卡列陶的那种图腾，阿波卡列陶，对，很像，对，这些图案让当时的人无法理解。就只能想到一件事情，是不是外星人？而且你知道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没错，能够画出这种图案也是匪夷所思的。这些地都是硬石块地，你知道吗？那很硬哎。那你要用凿的才画得出来。对，你要在而且要画成直的。你要在荒漠当中，坚硬的岩石当中开辟出一条就很累了，你还要画成图案，从空中俯瞰才看得到。果然讲的完全正确。为什么？因为各位云友，大家所看到的那每一条直线，短的200公尺。长的1公里，对，请问古代人用什么工具来画这么直的线？而且干哥，你要仔细看哦，当时那个飞行员还提出一个解释，是不是很像飞机跑道？有很多那种平行的这个线条，看起来就像是指引飞机降落的跑道。你在指引谁呢？你现在讲的让我们又有一个另外的联想喽。对，是不是外星人？来看这个，好 ，OK，这个图案当时被发现的时候嘞，大家也是一阵赞叹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就像是个外星人的图案在跟你招手，而且这个地方它是位在一个山上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更清楚，一个丘陵山上，有没有？这个山的整个面都是这个图案，它既不像人，也不像猴，通通都不像。对，那看起来就很像是我们印象中的外星人。对，我们就是，对不对？你是在对谁招手啊？是个 ET 吗？请问你在对谁招手？是谁才能从空中看到你在跟他招手嘞 ？Hello， 下来，下来的意思是这样嘛？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就有人怀疑是不是指引外星人降落的一个指标。没错，对，是不是很有可能？这个科学家都还在探究，但是你就是没办法解释你怎么画出来的。你怎么画出来的嘛？最近有人推测出一个结论，他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不是外星人，不是啊，不是，告诉你这是水利设施。”我是不相信啦，对啊，但是问题是好，我先讲他怎么解释。水利设施，他说呢，因为在当年呢，秘鲁纳斯卡地区大概就在西元前那个差不多5世纪的时候，那个年代，很多家族、很多部族在那边争夺水源，你知道上面其实很干，但是以前曾经这也是有水的。没错，好，那结果呢，争夺水源，但是偏偏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，它的地下水是不断的流失的。听说那边非常荒凉的，超级荒凉，所以找不到水啊。古纳斯卡族呢，他们也受不了了。我们与其争夺水源，争夺乱七八糟，你死我活，这样啦，
今天我这个家族，我画这块地，我画这块地，也许我今天的图腾是蜂鸟，好，我就把蜂鸟画出来，这块地就是我的。这块，哎，这块，对。然后呢，你去画，你去画别的，那块地就是你的。用图案来分出到底属于谁的地。对，然后呢，考古学家就说，那这个呢，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的水利设施，因为你就是留下水的渠道，让人家这边。可是呢，老实说，这个解释归解释，但是有点难以服众的原因，那是因为你要在天空上，你才能看到它图案长得多漂亮。你画了半天在地上，怎么看一个人身高不过160-170公分也看不到啊，看不懂啊。对啊，那你怎么解释说，那如果你没有飞行器的话，怎么画出这些东西呢？对不对？你是没有办法去解释它的。所以咧，这个推论呢，就当作是推论就好。OK， 好。